即卖有能力的危机，要让你土地落去，占你的房子。想要跟我输赢啊？头先人你看有机会。那是笨蛋啊！你无法度赢钱，交易当中，我着必须爱照市场的行情来出价啊。阿伯，分行通知了，笨蛋两月已经到手。我真正唔知影讲，我要安怎害清你这个文青仔。我干那一个字，爽。到底是谁借钱的风摇舞？你去查好清楚，我会知影是谁在跟我做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